这画的是不是太小了？不会啊，那你去画。他说你太小，再画一次。啊，他说我太小。嗯。图像太小。嗯。他有没有搞错？OK。看这棵树进来的，哇，好漂亮啊！然后呢？你就搬过去了吗？还没有，等一下就搬过去了。你要再画一个，再走过去啊。怪这是刚才画的树爬来这里的，这是第一棵树。这是后来画的，太近了，后来画的是太近了。